引新兵，请看新兵进行曲。一个提示，赤坎楼。孔子，我们台南的赤坎楼就是孔子都在那边拜啊。台南人都到赤坎楼去拜孔子。喂，你是不是变心了？而且女人的猜忌一旦出现了那么一点点，他旁边会讲的那么感同身受，就是通常是女生，他跟女生讲，你是不是变心了？超级一点通，我。真的在我们这单元里学到了不少人事物，真的是我们从简单的生活作息，一直到感情的问题，通通暴露外向，在这里通通学得到。是的，错，人就是要会联想、创造、创意，就像我，没有脑子不停的在动。好，老师音乐请下，变豆腐脑。啊，是的，马上介绍两队参赛队友，首先介绍我们的元浩队。以及我们的林道远，今天来介绍我们的统统队，有我们的统统李延锦，还有我们最讨人厌的爱哲。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的新同学来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鸭子高一林。好有磁性的声音。对对对，我早上起来如果嗓子还没有开的时候，人家打电话过来接起来说，哎，高先生你好，我是高小姐。超级一点通游戏规则，一人照图卡提示在时间内进行答题，答对即得分并续答，答错换对方猜题，各位加油咯。再大提醒一下，第一题是我们的益智联想题，来在这边请你们要天马行空，第一题益智题，益智连连看，猜一个人。我们请看第一个提示是什么。赤坎楼，两队请抢答，然后对，请作答。郑成功啊，对啊。郑成功，对不对？哎，对。统统队，请作答。孔子。孔子为什么？孔子啊，因为我们台南的赤坎楼就是孔子都在那边拜啊。哪有台南孔庙？府中街。他说你们台南人都到赤坎楼去拜孔子。那我真的就是孔子啊，在孔子，因为台南比较有关系。台南有跟台南有关系，对啊。孔子，对不对？我们请看第二个提示是什么？时代杂志，两队请抢答。时代杂志，请说。葡萄牙人登陆嘛，从台南登陆。那是红毛城，那是红毛城。人物景点傻傻分不清楚，究竟他们还会东拼西凑出什么？登陆嘛，从台南登陆。那是红毛城，那是红毛城。你不要跟我犯一样的错误哈，是不是曾雅妮？哦，对，有可能，对，台南的曾雅妮。王建民，他是台南人吗？他是台南人。上时代杂志的都是英雄哦，那应该是他，我觉得。好不好？行不行？曾雅妮对不对？统统队，请作答。这样也没有。我在猜是王永庆，因为像时代杂志都是英雄啊，就是比较有名的人物。王永庆对不对？不对哦，不对哦，是不是？各位，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提示是什么？饮水机，两队请抢答。有饮水机耶，打棒球渴了要喝水。王建民啊。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我们第一个提示是赤坎楼，第二个提示是时代杂志，第三个是饮水机，您猜到了吗？同队请作答。大禹治水。对啊，水。怎么好像跟时代杂志有关系？所以他三过赤坎楼而不入。王建民好了。王建民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很台南人，他台南人，他是我学长，对，是我学长，真的，我是你学姐。你怎么跟阿翔讲的都一样？台南的人很奇怪哦，他们明明就念不同校，但是只是因为他出名了，通常都会叫学长。同校，同学国小。对，你也念同学国小哦？哎，我跟你讲，我是你学姐啊。请你们不要利用上节目的时间认亲戚，好不好？
王建民也读那里。对啊。哎，基于你们都是台南人，都是。哎，我小时候还在学校被棒球砸过，哭哎。哎呦，是王建民丢到你的吗？不是。那你在拿出来讲干嘛？喂，王建民对不对？哇，对耶！哇塞，真的假的？是的，就是王建民。水阿爸，这边你都不用解释，你只要解释第三个就好。饮水机，对啊，饮水机。2005年，王建民身上大联盟都会洋基队球场的休息室的座位呢，位于最左边的饮水机旁边的待命位置。谁知道？拍这张照片的人知道。就是他知道，他做了整整的一个球季，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国民队啦。现在王建民呢，从洋基队呢到了我们的国民队，这几天都在比赛啦，好不好？不管他投的怎么样，我们这国人呢都是支持他的。大家加油！这些旅外的球员呢，在外面工作，辛勤工作，为了国家，为了自己奋斗。没错，当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人，我们要给他当坚强的后盾。是，没错。不管他投的状况怎么样，我们永远是他的家人。是。这第一个益智题连连看就正解，就是我们的王建民，您答对了吗？紧接着来到我们的益智题第二题，尽量天马行空，但它不会很远，而且跟时事有关，好不好？好。紧接着第二题，我们来看第一个提示是什么？哎，谢正武律师，两队请抢答，统统队请作答，吴淡如吗？猜人哦、喔？为什么谢振武跟吴淡如配在一起？啊，因为他们主持节目主持很久了。淡如姐对不对？哎呦，哎呦，安心雅。哎，那个你不如猜那个什么，那个法学界很厉害，在律师界、法医界很厉害那个谁？杨日松啊，杨日松。哦，因为他们都是跟法有关系。对啊，杨日松都跟法律有关系。可是他不是专门打那个刑事的啊。那我想听一下安心雅怎么来的？他们两个有一起主持节目，新的也是啊。李玉昌啊，哦，李昌钰，李昌钰，李玉昌，喂，请你不要这样子，李昌钰模式，李玉昌，也是这个法学界的，是是是，李昌钰博士对不对？不对啦，错。紧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提示是什么？哎呀，欧啦欧啦，哇塞，黑人，好哀怨哦，两队。请抢答。黑人，我本来有个答案，但是跑出了一个黑人，突然间搞错。你原本的答案是什么？原本答案是宋世杰。哦，古代的律师嘛。律师。对呀。那会不会是丹佐华盛顿？壮士。对啊，演过律师。跑出黑人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丹佐华盛顿啊，黑人的律师。已经演过一个黑人的律师。对。帮人家打官司。他演过个不是黑人不用演，只要演律师。他就是黑人啊！我栽了。丹佐华盛顿对不对？哎呦，袁浩队请作答。想到奥巴马，旁边不要看那张脸，那张脸其实是不重要的，是他穿西装。是这样也可以。所以如果把这个西装移过去，又是黑人的话，就让我们联想到奥巴马。奥巴马，哎，奥巴马对不对？错，律师。紧接着，我们马上来看第三个提示是什么？哎呦，是什么？国家戏院。国家戏院。两队，请抢答。哎，元昊队，请作答。Michael Jackson。Michael Jackson 是国家剧院。由黑人变白人有关系？对。然后因为他就是黑人，然后 Michael Jackson 都穿西装跳舞，也没有，不是穿西装，因为他有卡一些法律案件，真的是常常上法院，是是是，宣读，然后是等待那个判决，对不对？然后黑人国家剧院，我想是他最表演的舞台，对，想法是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对 ，OK， Michael Jackson 对不对？统统队、元昊队帮你们争取了许多的时间，请告诉我们，你们觉得歌手答案是什么？有可能 Whitney Houston， 你刚刚猜是不是？对，我刚刚在猜会是 Whitney Houston。Whitney Houston 为什么？就是她嫁给律师吗？不是啊，不是，我也是在想她是不是有卡一些关，还是她是念，还是谢振武很喜欢她？谢振武很喜欢 Whitney Houston， 偶像欧普拉，有可能是欧普拉，欧普拉，欧普拉，对啊，她在国家剧院演讲。
你在乱讲。黑人，这个联想是很对的。既然这样，给你们方向，谁可以在那里演讲？好了，欧普拉，总统会讲，总统，总统有。总统。欧普拉，两秒，欧普拉，对，欧普拉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来，我们来看看第四个提示是什么。两队请抢答，两队请作答。哎呦，解放黑人的那个，黑人的那个，杰克逊吗？林肯吗？林肯啦，林肯，林肯，对，林肯，确定？哦，对，他被暗杀，对不对？那林肯，林肯，对不对？只有受过18个月正规教育的林肯，在1836年成为律师。黑人呢，是在1862年9月22号，林肯颁布了解放黑奴的宣言。第三个提示：国家剧院。1865年4月14日，林肯在剧院观剧时呢，被奴隶制度的支持者演员刺杀，次日凌晨不治身亡。哎呦！人就这样没了。是的，我们紧接着来到了一直题的第三题，一样，我们也是猜一个人。Yes。好哦，好。OK， 我觉得这一题应该比较简单。哦，真的吗？来吧，跟时事有关。OK， 时事。OK， 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个提示是什么？日本。Yep。日本。No。你不是这座山城前面的樱花。两队请抢答。艾莎，因为艾莎是日本妹啊。很多蚂蚁也是啊。对呀，那还不如猜樱木花道。不错哎，樱木花道。樱木花道，猜一个人，我还猜头文字 D 啊。樱木花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叶全真。啊？因为他拍樱花牌热水器。叶姐，对不对？好，队请作答。樱桃小丸子，对，樱桃小丸子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是第二个提示是什么？加油！哎呦，什么？两队请抢答。一号队请作答。最近很流行的团体，偶像团体，AKB 48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韩国。为什么？韩国吗？没有，他们是日本，而且其中有一个人不是真的。对。哦，有一个是虚拟的，对。AKB 48成员，对不对？我这个答案讲出来，那一定是对的，就把这题解决掉。金城武，为什么？他们同期的出道的，真的假的？吴奇隆同期出道，他去日本发展，一定是金城武。金城武，对不对？提示樱花，金城武的父亲呢是日本人，是妈妈呢是台湾人。第三个提示是刘德华，刘德华与金城武大作《投名状》以及《十面埋伏》。好大哥！紧接着羽扇是第四个提示，因为近期的作品《赤壁》当中，金城武饰演的就是诸葛亮。现在呢，跟大家讲一下呢，两队的这个成绩，同队的成绩呢是10分。成绩是5分，我们马上进入第二回合。胜负的第二回合即将开战，请两队艺人按铃抢答来猜题，答对即得5分，并可续答，答错换对方猜题。Are you ready? Let's go! Yeah! 那我们要超级领通第二回合。是的，第二回合呢是我们的生活题。生活题呢，在这个单元里面也是非常受欢迎的。第一题，网友票选，男生最讨厌女友说的话前5名，请抢答。女友说的话，他是谁？他是谁啊？不能吗？你不高兴扁我啊？挑衅的意思，有是有的。跟男朋友吵架的时候，突然冒出这句，对，你咬我啊，咬我，这样就是有点怪怪的，怪怪的。不爽扁我有没有？真的假？今天几点回家？哎，我觉得李延杰应该是男朋友。我也觉得他像。你男朋友每天都问你什么时候回家？对呀，应该是你这样这样子问。他谁？你会不会跟你的男朋友讲说你不爽来扁我？
男朋友。我跟你讲，你今天要回家有没有？别浪费，请作答。回来了。男生最讨厌女生一天到晚问他你爱不爱我。哎，这个也是，这个也是，真的。我不爱你，干嘛跟你在一起？对，你要叫我们男生怎么说呢？我连当着你的面说我不爱。爱爱，不要说口气不好。道远会吗？是。爱就说。你女朋友会常问你吗？哎，她通常不会问我这个问题。那我问你什么 ？Do you love me？ 你吃饭了没？假扮喂，他还要问你吃了，你一直吃得很饱。但是厝边隔壁怕小伙其实会讲。拜托，你一直吃，他还问这问题，你爱不爱我有没有？哎，男生问女生说我们今天要去做什么，要去吃什么时候，永远女生都说随便，可是到最后又不要随便。哦，真的，我常讲随便随便，随便有没有？哎。女生如果骂男生这一句真的不行，你还没用，你怎么这么没用啊？你跟他说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啊？哎呦，哎呦，哇塞，这个难听呢。你是不是男人有没有？你是不是变心了？哎，对，而且女人的猜忌一旦出现了那么一点点，就像病毒一样的蔓延扩散，哎呦，我们马上就变犯人。被他质问，他其实会讲的那么感同身受，就是通常是女生，他跟女生讲，你是不是变心了？你是不是变心了？有没有？没有。一号队请作答。我觉得最讨厌就是拿前男友来跟现任男友比较，会让人生气。对，这种比较好不好？是。你为什么不能跟别的男人一样？有没有？分手那就分嘛，把分手当成气话的。对，然后男生一下子这么多人听到，面子下不去，是分就分，挂不住就分手，挂不住。其实女生还很希望男生回头去追她，对啊，对，就走了。对，男人绝对直接走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对，我们分手吧，有没有？票选男生最讨厌女友说的话前五名，有什么事情男生女生之间都是平等的，没错，有问题坐下来好好的聊，真的不合，我相信分手是一种协议，以后还是可以当朋友啊，是啊，好不好？是的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题第一题。来，紧接着我们来到生活题的第二题，两队请听清楚了，网络票选最厉害哦 ，pro 哦。追女生的招数前五名，请作答。这一题你们答就对了，多了吧？最会了。追女生的招数我很少呢。来来来来来来，你看他买东西，比如说情人节送花啊。我通常问人家说你收到花第一个感觉什么，他们都说花很不实用啊。对，给我钱。可是。收到花，他们又很开心。没有送，他们又碎碎念。送了又觉得要送，就是比较实在。你个人经历的事情，我们不聊了。送花给我有没有？哎，先花的事情有的。最后一个，还有什么请做的？跟身边的人打好关系，爱屋及乌的方式。买通你的朋友。对，这个很厉害。买通朋友的方式有没有？请作答。我很，我跟你讲，我老公对我方法还是很奇怪。温馨接送情，温馨接送有没有？哎呦，我们直接猜甜言蜜语。甜言蜜语啊，直接猜甜言蜜语，一定会有，对不对？甜言蜜语啊，对，甜言蜜语有没有？啊，饭煮饭煮饭，好的，煮饭给我吃。因为男生会煮饭，好像很厉害。然后你会觉得说以后你不用煮了，就想嫁给他。什么东西？他煮饭特别，你会觉得你以后不用煮了？不是啦，亲自下厨，展现你的诚意。亲自下厨有没有？有了，真的假？贴心陪伴。不用，不用。对啊，贴心陪伴，因为女生总是要相处嘛。贴心陪伴有没有？哎呦，没有，有讲。
你们现在在讲的都是一些比较温柔、元昊对请坐的，我们讲一个现实面的，比较世俗一点的。各位，我只能告诉你们，他没那么远，好不好？他很近，我们都做过了，很简单的嘛。当众喊我爱你 ，I love you， 下跪求爱，最好是在夜市洗碗洗一洗之后突然跪下。豪杰，你还有哪一招没用？你们现在在讲的都是一些比较温柔、元昊对请坐的，我们讲一个现实面的，比较世俗一点的。各位，我只能告诉你们，他没那么远，好不好？他很近，我们都做过了，很简单的嘛。当众喊我爱你 ，I love you， 下跪求爱，最好是在夜市洗碗洗一洗之后突然跪下。是广告吧？等一下，你们不要被他们这段影响。对啊，没有那么简，直接告白不是很好吗？或者是在那种像广告上面有没有？有些男生蛮白广告啊，当众大喊我爱你。哦，直接告白就对了。对，直接告白有没有？哎呦，哎，如果我们猜一下那个比较世俗的金钱公式呢？哎，金钱公式有没有？真的就用花钱砸钱报纸啊，每天告白，或许你会心动。紧接着我们来到生活题的第三题，两位请听清楚了。网络票选最无法接受老公的缺点前五名，两队请抢答。两队请作答。哎呦，酗酒，酗酒算吗？酗酒，哎呦，哎，我觉得酗酒还好，但是重朋友比较重，就是把朋友看得比老婆还重。重朋友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来，彤彤队请作答。失业，事业不稳定，没有工作，有没有？都有。卫生习惯差，对啊，卫生习惯差。卫生习惯差有没有？元昊队请作答。说谎，其实没有什么。说谎哦，比如说他明明要跟朋友去喝酒，可是他就说我今天要加班。哎，这也算说谎？哦，这算说谎。算。嗯。哎呦。啊，我老公没有这样。说谎有没有？最常吵架就在家里面，你上厕所你为什么不掀马桶盖？就他都以自己为主。哎，这个好像有。大男人，大男人，大男人有没有？搞暧昧。哎呦，哎，搞暧昧有没有？来，我有。彤彤队，请坐。我也有，我也有。就像刚刚我上一题讲的，男人要温馨，应该要洗碗是。不做家事的男人很可怕。不做家事有没有？哎，有啊。名字什么？打呼吗？因为严重的影响到他的睡眠品质。打呼，打呼有没有？不要对，请作答。我觉得以我个人的经验，我最受不了的事情就是我老公会健忘。健忘，健忘有没有？健忘也没有。这一题呢，第一个答案两队都没有猜出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正解是什么。好吃懒做，好吃懒做。网络票选最无法接受老公的缺点前五名，第一名好吃懒做，占了12.1%。在这边向大家讲一下你们两队的成绩，在这一回合，元昊队得到的是40分，彤彤队得到的是30分。一下两队两回合加起来的总成绩，元昊队得到的是45分，彤彤队得到的是40分，所以今天的超级一点通获胜的队伍就是我们的元昊队。联想题一直到我们的生活题，不知道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没有，你得到很多知识了没有？没错，对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单元，继续支持我们的新兵进行曲。相信我们所有人都好好上了一课，记得正式晚上7点也要锁定我们很好看的新兵进行曲。